是用到这个所谓的涂鸦。但如果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我这个颜色搭配我不喜欢，你就在记得刚刚调整颜色分线条的时候，我们就到上面会有一个叫做样式的部分，点一下样式，然后先点一下决定，然后你在涂鸦这边就可以选择像我刚刚前面讲的不同的这样子。